血虫已经备好了，只等给少君妃换完血，她便会醒来。你醒了，感觉哪里有不舒服吗？少君，你毒发昏迷了，幸好血龙须开花了，你的毒解了。我记得毒发时，我的五脏六腑像是被烈火灼烤一样，我的毒解了。嗯，我活下来了。过去了，来，多亏了少君，我才能活下来。多谢少君的救命之恩，美莲，你自由了。当你身体养好了，我就送你回青州。这几日你便好好休息。少君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前几日受了点小伤，没大碍，只是可惜了这青州节，沾上血气便再也擦不干净了。那我就再做一个新的青州节送给少君。好。你好好休息。